楼市持续疲弱，早前减息的作用都不似预期，为了谷起楼市，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都再出招。考虑到最新经济及金融环境，在继续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前提下，金管局将放宽住宅物业的按揭贷款条件，不论物业价值是否自用或者公司持有，以及买家是否首置，按揭成数上限一律调整至70%，供款和入息比率上限一律调整至50%。不单止住宅物业，就连非住宅物业的按揭成数上限和供款与入息比率上限，亦都会跟着一起调整去到同样的水平。另一方面，政府继续抢人才，施政报告提出由即日起调整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，放宽资本投资者投资5000万或以上的住宅物业。不过这样做又会不会引致炒卖风气呢？政府消息人士就说，这项调整只是回应投资者对豪宅的需求，相信不会刺激到其他住宅市场。